腾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的哲人孔子说的话。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，重视亲情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病愈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利民之事，司法必兴；利民之事，毫末必去。